最好唔好再用牙膏清洁假牙。我用咗牙膏好耐，棚假牙仲好好啊。你睇下，哎呀，真系好多菌喎、假牙比真牙柔软约十倍，牙膏嘅微粒可能会刮伤假牙，滋生细菌。我推荐宝丽净假牙清洁片，有效清除 99.9% 细菌，又唔刮伤假牙。宝丽净唔伤假牙，仲好干净。Number One 售房牙医推荐，打嚟免费试下。牙膏，拜拜。